包裹。其实在包裹的时候呢，是过程当中尽量不要把这个米包得太紧，因为当你放入这个煮米头的时候，在煮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这个米呢会膨胀，所以还是要给它一点点的空间。OK， A B C， OK， A A A， good， 三层肉， OK， 非常漂亮的三层肉，这样子摆在这叶子上面哈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香茅啊、牛头仔呢就放在上面，然后就把那个盐撒上去，就腌制15分钟。